足武器，侵蚀等离子球，向前投掷出可穿透机体护盾的侵蚀能量球，处决形态下投掷速度会显著提升。副武器巨镰收割，向前冲刺一小段距离并挥舞镰刀攻击，造成伤害后会回复自身机体耐久，处决形态下冲刺距离和镰刀挥砍范围显著提升。战术技能处决之刻，放出优越信标进入处决形态，此形态下丧钟移速提升，并获得主副武器强化。优越信标会储存丧钟的部分耐久度，当丧钟本体被破坏后会立即于信标处重生。跳跃单次使用普通跳跃。作为案件修会的利刃，处决罪人是丧钟的本职工作。丧钟能在放下优越信标后进入特殊的处决形态，大幅增强移速和射速，极大提升了作战能力。在处决形态下，丧钟将与信标共享生命，并能随时移动到信标处。想要彻底击败处决形态的丧钟，必须将信标和本体同时摧毁。丧钟手持的巨型镰刀由某种未知合金材料制成，轻盈锋利，在镰刀的表面附着的一层等离子光刃，使镰刀拥有极强的切割能力，能轻易展开敌方的装甲。从右手射出的威力巨大的等离子能量球能为敌方附着侵蚀标记，配合镰刀打出巨额伤害，迅速收割对手。丧钟敲响，于幽夜降临的子嗣会毫不留情地处决所有不敬神明之人。